受到强烈的流冷气团落南的影响，今仔下晡开始，各地气温会亲像初露浓同款一直播。气象署表示讲，这波的低温会一直冷到这元旦节，上冷的时间有可能是伫二一拜四暗时到二二拜五透早，中部以北差不多九度到十度，马祖上低有可能只剩七度。在未来一周，就一波一波的冷空气，也就是我们刚提的几个大陆冷气团或寒流，会影响我们的天气。其实，在寒流影响的星期四、星期五的夜里、清晨，中部以北、东北部，还有金门以及马祖，都可能有九到十度。那中部以北和东北部的沿海、空旷地区以及近高山平地，它可能温度就在低于九到十度。那是这波的冷空气有可能达到寒流等级无？这气象署来强调讲，十度以上是强烈的大陆冷气团，十度以下是寒流，暂时有无是伫个这两个中间。因为这波冷空气的影响有较久，二三拜六的冷空气有减弱，二是礼拜阁有一波这冷气团来落南，气温回升的这个状况无介大。那是讲今下落雪，气象署表示讲，中部以北2000公尺以上的这个高山有可能是结冰的状况，是不是落雪要阁观察。